记住啊，这小姑娘偷拍我。又来了。哎呦，豪哥，我都是天天看的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日历关着门吗？来了我就追在你后面来了。有没有看中的？哎呀，你看最好把它扫了。没有钱扫啊。这种有没有死鱼？哎，20多的那一份，20多看不到啊。他非要过时。过时的。哎，我那个有的他那个，他说硬要18的，我硬不给他18的那个。给他寄回去了，给他气死了。气死了，不要他，气都气死掉了啊、哦！不要跟他买，要帮他卖。他说一个星期后来拿，我说不行。就是嘛，给到价都不卖哦。我感觉也价格很高，你给的也很高。他这个非要过时就困难了，总共是25个，一个1万块钱差不多。来问一下嘛，16，就16嘛，看多少给多少嘛。我本来还不想要的，我是想着跟你试一下，这个给个多少，小伙子？这个给了2万，2万都不卖，过分了，水头干了一点点，味道好。抓冰了，我不要，便宜，我不要，便宜我也不要，缺钱了立马卖，现在看不上了，对，真的，我之前有给过，但是现在随着市场变化，这种东西我看不上。有没有现在买质量好一点？这个看得上买不起，那有什么办法？这个又不能吹牛逼的，要看钱的嘛。而且同类型的东西太多，我真不要。我买了2个，你知道吗？那天那个26被我买走了，我拿去做帮子。好狠！为啥？我就想做一个市场上没有的，就是说人家不舍得。我那个可以切3块武士牌，我不要，我要做帮子。中间那个做柱子。对，你那个帮子做完了是不是直接从立体雕？我就素面的。素面的。因为我把所有的裂全部切干净了，它的厚度我留到有18。现在市面上还有人切18的，没有人切18的。我就要做一个市面上人没有，全部的裂全部被我追干净，追到剩下有这么一大坨。然后呢，它可以切3片做武士牌。打柱子，对，中间那个打柱子。那柱子市面上也没有那么大的柱子。那打算是不是可能到时候用异形切把它切出来？还在想怎么切？套的话伤得太严重了。那个芯子做柱子，你要是说看我的尺寸咯，尺寸是120做出来，它的柱子最多也就18嘛，记得没？记得还细吧。我老细个吧。对，没老细。哎，这个倒是挺喜欢的，我喜欢这种东西，给它加2000嘛。这种东西我处理就有效果。小姑娘，你是在偷拍我吗？不想偷拍，可以偷拍吗？你就把口罩拿下来，口罩拿下来我就不行。光明正大拍一个。记住啊，这小姑娘偷拍我，不过长这么漂亮，她要拍就拍嘛，没关系，没有开玩笑的啊，你不要介意啊。敏哥，你买就骨折。我怕在美女面前是我骨折。难搞哦，它只好一点的靠皮鞭。你看这里的商家呢，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麻烦，这些裂穿的位置先把它沾上胶水。我给个一口价，他不卖就再也就不跟他买了。我给价是很快就给到位的，因为磨磨蹭蹭也没有用。如果他再磨蹭，我喜欢我也不买。就像那个一样，给到他到价了，他赚那么多，他都觉得还赚少了，我就不买了。他现在再回来问我，我都不会跟他买。我告诉你，这多少钱？没有给过，3万。我以为是13万。咦，还好看了一下，这个能算死鱼吗？多少钱？给了4万。那你再问他4万吧，这个加都不加。他偷拍我，你就偷拍他，偷拍他再偷拍我，知道吗？你跟他说实收就不要，能卖了还要再磕着1000多块钱，丁丁就生气，是不是？主要现在饼哥豪横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这个给到价了就卖嘛，还是人家怎么卖？赔15万。对啊，我买的那一些，这些我就看不上了。来给他们看一下，你看看多少钱？捡死鱼了。你看多少说多少，反正没事，我不叫你买。2万多吧。快点给。2万左右。不到1万。人家捡死鱼了，不用看了。不是，这个是要有耐心，你知道吗？你该漂漂好整好色我就最喜欢这种有质量的东西，它毛病多，但是我能处理。到时候你们一看，你就知道它的效果它好到什么程度。上面床包包6万包烟，不会惊。哎，刮苍蝇嘞！所以我说东西逛，有一些我就看不上了。他开这个价，你看他这个哪里比得上我那些？开什么玩笑？但是这种死鱼是很难捡的。我都逛了2、3天，我上次过来盯住他，然后呢我没有给价，我在那里听了一下我就走了。刚才我一个朋友看到他说打赚2万，我说不要，逛了几天才逛到的。抱歉，这个回去切，基本上呢没有什么好赌的，裂就在这里，肉质摆在这里，色花摆在这里，唯一赌的就是他能不能跳多一点色花给我。如果色花不给我的话，1、2、3，3片大片的，其他再慢慢看吧。他这边肉。画的比较好，这边是没有什么用的。你几乎没得输鬼房诶，你东西不会扎皮咩？一个房要玩，一个房要几多啊？你要拍一下照片呢、啊，不然你怎么跟我要钱？拍一下照片，都要实收。那就拉倒吧，看来今天这里都没什么死鱼卷了，没有死鱼卷要滚了。画得很好，这边有颜色的还没有这边画得好。这边据说也不错，但是这边裂太多了，到时候没有什么大件。这个料子，厂长先顺着裂把它夹出来，然后这边呢夹完出来，到时候把裂该砍的砍掉，到时候我们再去现切，取牌子，取牌子也取挂件，到时候看看这个色花进去多少。这里是有的，如果是说到时候这个面积大，可以这样子取，先看嘛，先把它裂，先把它砍掉。
然后这些切出来呢，颜色是摆在这里了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？色花，色花，色花，它也是颜色，但是我们还是会说是色花，主要是这种，它这个没颜色的地方，它画的像果冻一样，哎呦，我都不敢太近，太近就曝光了。这些片料呢，你看它都是同时具备的两个品质，什么品质呢？一个色花多的，一个没什么色花的，做两件出来，做两件出来，看了人家就看懂了，哦，不同的地方做出来的不同的效果。你在这里还给我搞一件出来，好吧，我的好厂长，开干吧。妹，合着握了，合着握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它起货竟然可以这么好啊！虽然有点王婆卖瓜了啊，这样看可能看得清楚一点点。合着握了，合着握了，真的是吓着我了。我想都想不到，它这个没色的位置竟然起货可以这么好，到时候一抛光，满满的胶质感哦！妹，这样看不清楚哎。副总，这个没有抛光之前，先去拍一下照片。自然光底下真漂亮，这种叫什么呢？底色。你看这边就是色花，绿色的色花，而这边呢是底色，它就是翡翠的质地里面它有一点淡淡的，这边就叫底色。现在慢慢的很多人就叫情底、绿情底，叫什么？我们就是说叫它底色。这边的老师傅用潮汕话说叫做在底内点点底底底底的意思，就是说有点底色，底底。这是阴天的地方。哎呦，刚才都忘记给你们看一下背光，来来看一下背光，能看得清楚吗？我觉得这边的阳光太大了，我这个自己拿着有点害怕。把它抓紧抓紧，这个摔下去钱就没了。这就是。是在灯光底下的原材料在这里。我为什么要做了三件呢？三件就是它三个不同的位置，有颜色的做出来是这种效果，有底色的做出来是这种效果，没有底色的它做出来就是这种效果。白白的白冰，它这个就是肉细，不能叫冰，跟冰没关系，我们这种就是叫糯化，然后呢它化得比较好，是不是肉质化得比较好。灯光一裂，好吃香，好漂亮。就是这麒麟完全立体的，为什么这么做呢？要保大，然后呢边边上有些棉，就直接把它做穿了，这里还有一点棉，然后就做了一点云逼一下，但是它还是有棉。哇，美，美不美？还得看绿。